昨天杨幂与刘恺威分别发微博承认两人的恋情，两人因合作如意而相识相知。在刘恺威向杨幂表白后秘密牵手，近期刘恺威不小心被拍到夜宿杨幂相归，继而传出两人同居绯闻，他们地下恋情终于被迫曝光。情非得已之下，两人大方公布恋情，一时间成为众人关注的对象。我觉得今天他做了一个很有勇气的事情，然后其实我也第一时间挺看到的时候也会很激动，就觉得希望他们好。其实好像两个人都会比较忙碌，然后我也会觉得思念是一种说不出的痛，然后我希望他们在这个把这个痛转化成更大的爱吧。霍思燕身为杨幂的好姐妹，在祝福这段恋情的同时，也警告男方要好好对待自己这位优质好姐妹。她现在遇到一个可以守护她的男朋友，然后我也希望这个男生呢，我也发个话，就是说他虽说很忙碌，但是我希望他可以一直都可以陪伴她，理解她，并且支持她，因为她非常的优质。